睇佢呢篇咧，佢就係講呢條裙啊，個意境啊，風係好誒，雪係好雪，但係風不正經咧。係咯。即係呢一句，你可唔可以日日都保證到先？如果唔得嘅話，你唔要啊，我寧願。我唔係，本身我接受唔到嘅喎。我係要有啲，係我要有啲咧，有啲歪歪嘅正經同不正經嗰啲，你要對比。如果唔係，我覺得我關注你冇乜意思咯。嗱，起碼官媒咁樣寫咧，引起大家關注啦，網友熱烈討論啦。咁我哋飲到茶都傾傾呢個話題嘅，嗰啲茶你點睇咧嚇？呢個賣萌式天氣預報咁樣，唔係 A 就點贊，用咁嘅語氣講俾民眾聽咧，會更令人容易接受。B 就話不妥啦，官博咧就應該有官博嘅樣。咁樣唔多權威咯嚇 ，C 就話冇所謂啦，無論係咩形式都好，官博講嘅説話咧，你都知佢係官博啦嘛，你肯定都會即係認可佢嘅，唔會因為佢賣咗個文玩嘅形式，你就覺得，哎呀，佢花到麻雀就不是他啦，你唔會咁覺得噶嘛，係咪？咁啊 D 就話其他意見，咁大家都係傾傾啊，係嘛？賣萌咁樣嚟同你講，賣萌咁道個歉，係咪即係唔會俾人哋怪罪得咁多咧嚇？各位慢慢傾。珠江頂線飲早茶，朝朝新鮮報。講完是廣州的天氣，我們看看就廣東下北方的強冷空氣，今天都會進入廣東了，全省氣溫明顯下降的天氣會急轉寒冷，是急轉，今次降溫過程最低氣溫會出現在明天，粵北山區最低氣溫可以降到50摄氏度以下的。今天南部沿海市縣中雨轉小雨，其餘市縣陰天有小雨，最低氣溫粵北市縣6到9，中部市縣12到14，南部市縣是15到18摄氏度的。明天西部市縣陰天有分散小雨，其餘市縣多雲到陰天，局地有小雨，最低氣溫粵北市縣是4到7，中部市縣是9到12，南部市縣是12到14。2016中國海外人才交流大會暨第18届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組委會啦，琴日就喺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啦，咁啊宣布咧2016年嘅呢個海交會啊，將會喺12月21至22号喺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嘅。咁呢一屆海交會嘅參會人數咧，將會達到4500人，咁其中咧海外人才有2500人左右，體現了佢嗰個參會的個規模啊，係再創歷史新高嘅。而呢一屆海交會咧，進行全方位的一個創新升級，由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正式咧係創新升級為咧中國海外人才交流大會暨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哇，咁近啊！個名長咗，並且咧就恢復咗每年12月中下旬舉辦一次嘅一個飯會頻率嘅。琴日廣州一次性集中公開拍牌嚇，掛牌出讓10单嘅地塊嚇，掛牌出讓賣地啦嚇。咁喺琴日咧，成交嘅住宅用地咧有8块嘅，商業用地咧有1单，咁成交總價咧係205亿嘅嚇。中山港口岸、中山港區、神灣港區咧就已經係攞到國務院批覆對外國籍船舶開放，中山至澳門遊艇嘅點對點自由行咧，為新嘢喎，咁係其中嘅直接受益項目嚟嘅，今日將會正式開通。哇，正喎！咁澳門朋友可以去中山神灣嗰度咧食下神灣菠蘿啊！你只遊艇咪可以用啦，運菠蘿係嘛？你想喺日前咧嚇，琴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8779，比前一個交易日咧上漲咗206个基点嘅。隔夜國際匯市美元回落走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亦都終止咗12年跌啊，大幅反彈超過200个基点。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在昨天公布了央行和證監會聯合發布的通知，明確了關於內地和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的有關問題。根據通知，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可以根據相關的規定，在境內的銀行開立人民幣基本存款帳戶之後，開立人民幣滬深證券交易專用存款帳戶，專門就是用來在個滬股通和深股通的相關業務資金的往來的使用的。講完錢，我們講下科技的進步。昨晚的23时24分，我們國家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3号丙運載火箭，成功將天鏈1号04星送入太空。天鏈1号04星是我們國家第4粒地球同步軌道數據中繼衛星，為我們國家神舟飛船空間
實驗室空間站提供一個數據中介和測控服務的。我們的太空科技越來越先進達的。是，那如果是地面呢，我們要控制一下啲煙先得，因為你要飛上太空，冇問題啦煙。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司長毛群安咧，琴日就話中國目前已經有將近20個城市制定咗一個公共場所無煙嘅法律法規，全國嘅公共場所控煙條例咧正喺立法過程之中，咪有望今年公布實施。問題就係、是、都係嗰個問題啊，要有人去執法先得。日前我哋中國嘅研究人員喺美國嘅一本科學雜誌嗰度啦嚇，應該係一個喺科學類係比較權威嘅雜誌啦嚇。喺呢個雜誌上面咧，報告咗一種咧高效變攜嘅太陽能海水淡化技術，可以高達80%嘅能源轉換效率咧，將海水轉化成高質量嘅飲用水啊！中國人搞㗎呢、這個研究。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昨天公開回應。13年9個月，並且咧就係、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200萬元嘅。陳志新受賄一共咧就折合人民幣2195萬多元啊！之前咧，我哋咪大家討論話，廣州火車站要改造啦，咁啊好多記者咧即係驚死佢唔改造咁咧，迫不及待就走去廣州火車站影相啦。即係你覺得一樣嘢咧，你就嚟消失，你先會影相嘅啫。咁但係人哋未講話要消失，你就快啲。即係拱佢出去啦咁樣嚇，咁喺未開始，但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那邊廂天河 CBD 嘅廣州東站咧，就靜雞雞咁啊開工改造啦。嗱，所以咧，即係真係要做嘢嘅咧，就唔會出聲嘅；唔想做嗰啲先會出聲打鑼打鼓周圍講嘅啫嚇。嗱，而家講緊咧就廣州東站2層天幕廣場近日正式封閉施工。而家了解咧，呢個係東站升級改造一部分。未來隨住新鐵路線同埋地鐵線嘅引入啦，東站嘅規模咧將會更加大啊！咁啊近啊！珠江頂線飲早茶，朝朝新鮮報。咁依家咧仲近㗎，咁啊仲有咧就係經過一個前期嘅車輛以及信號等各系統之間嘅聯合調試之後咧，7號線一期信號系統咧。已經咧就攞到呢個非載客安全認證啦，咁啊呢個客運列車性能咧非常之良好。嚟緊嘅10月20日就已經過咗啦，就三日之前開始咧7號線一期開展為期20日嘅，而家已經係期內啦。咁啊全日嘅運營時刻表演練啊，咁啊當中咧就係、要試下究竟咧就係、咁樣嘅運行得唔得？咁啊呢個7號線一期嘅站點咧，包括咧就係有廣州南站啦，到到南村裏邊咧會經過石壁、謝村、中村、漢溪、長隆，咁啊仲有咧就係學莊、觀塘同埋南村嘅搭乘站啊。上個星期五到咗12月4日，都係我哋廣州嘅國際燈光節嚇，即係隆重上演嚇，閃爍生輝咁樣嚇。咁一講緊咧，就燈光節最大嘅作品會喺廣州塔嗰度咧就展示啦。咁嚇，咪琴日2016國際燈光創意城市沙龍就喺廣州塔2層嘅平台《穿越傳奇》劇場之內咧去進行噶。現場咧放映咗一個《穿越傳奇》嘅兩個篇章咁樣嚇。即係大家啊，擔高頭一望，哇！喺個鐵網上面啊，哇！有一啲好靚嘅廣州城市影像嘅畫面咁樣嚇，令到好多在場人士哇，好國際下喎咁樣。其實呢個穿越傳奇咧，越咧係廣東呢個越字嚇咁樣。咁啊，其實咧就係我哋今年國際燈光節嘅最大作品，結合星光電嘅效果，打造一個全裸眼 4D 魔幻 show 啊嚇。咁啊，即日開始咧，大家可以關注穿越傳奇同廣州塔微信公眾號啦，去搶免費門飛咧睇呢個奇幻 show 嘅。點搶咧？嗱，微信搶票你可以關注穿越傳奇啦。或者關注廣州塔嘅微信啦嚇，佢公眾號咧俾你免費搶飛咁樣。咁另外一個佢有現場派票嘅喎，就係觀展入口咧，每日會派發少量嘅免費門票，咁啊市民咧可以喺每日首場演出之前咧，提前去到現場試下運氣先，係嘛？攞張票我再食飯，咁免費門票咧派發有限啊，你唔得止嘅。有冇發現咧？周圍咧會有啲綠衣櫃啊！舉綠衣櫃有咩用㗎？我可以幫你咧儲住一啲舊衫嚟嚟獻愛心。真㗎，好喎、啊。
據講咧，就呢個醫點愛心志願服務隊咧，就會組織志願者啊，去啲綠衣櫃嗰度咧，每隔兩三日咧會收集一次啲舊衫。咁啊，有工作人員咧就話，大部分咧收集翻嚟嘅舊衣物咧，將會咧係用作捐贈噶。咁啊，佢哋咧會首先咧喺個中心嗰度進行整理啦，將符合條件嗰啲舊衣物咧，攞去消毒啦，消毒好緊要，咁要乾淨。之後咧再送去貧困邊遠地區，按照領取人嘅具體情況進行發放。因為而家其實喺市面上面咧有唔少嘅可以收舊衫嘅地方啊，有啲可能係衣櫃，有啲可能咧係一間公司嘅門面，但係好多收到翻嚟咧，佢唔係真係攞嚟做呢個捐贈，唔係攞嚟消毒嘅，好多咧就係以募捐嘅名義，到最後尾咧收咗啲舊衫翻嚟咧係轉賣嘅。咁其實呢種我諗即係要有一個監管喺度，令到佢哋冇辦法可以中間咁用咁樣嘅方法嚟到不正當地牟利。咁你話有綠衣櫃嘅話，咁我哋認準綠衣櫃咧就好啦。尤其你雙十一有新衫到，舊衫又要清啊嘛。唉，但係我啲新衫有排未著得咧，因為我新衫都係厚衫嚟嘅。應該今日可以著得㗎啦，我諗。我聽日咧。從廣州市住建委嘅了解到咧，廣州市公共租賃住房輪候同配租嘅實施細則，日前咧就正式印發實施啦。同之前的徵求意見稿相比，今次除了確定新增離婚婦女為優先配租對象之外，首次將未婚孤兒和養老護理員納入優先配租對象的一個範圍。這是廣州市公租房輪候和配租的細則，有11類人都是可以優先配租的，至於哪些人群你可以了解一下。近日發生了一個香港黃金大劫案，在你聽到這件案的時候，你有沒有少少的感覺呢？覺得沒那麼簡單的，一定有些窿路的。當中就是昨天在香港粉嶺街頭上演了就是港產片經典的橋段，五個劫匪開著兩部私家車這樣剎停，將一打這個正在運送的一個81條的這個金條成功這樣去劫走的，總價值據說是2200多萬的港幣。令人震驚的就是說，這個匪徒所用的武器呢竟然是兩把牛肉刀和胡椒噴霧。竟然啊，真的從小到大看香港拍仔電影，你都知道哪些人是最喜歡用這些武器的。八大武器之首折凳。據香港警方通報，這個字頭啊，這件案已經交給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跟進，正在通緝5名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兩部的涉案車輛，可以捉住你部車。不幸中的萬幸就是被劫車輛裡面原來還殘留著六袋金條，價值是超5000萬港元是未被劫去。這件事最令我震驚是，哇，什麼人這麼沙膽，成千差不多 上億的金條用一部麵包車來運呢？然後他就是在那個車尾箱那裡，是啊，是撇在那裡。是什麼人呢？不知道有錢到什麼程度呢？好了，我們一會再繼續談。到時是由交通銀行、道家美食會、白雲山中一惠乃安聯合特約播出。北京時間8:00。輕鬆緩解眼睛模糊、流淚、刺痛、怕光等
局长眼部问题。02028798799，2829899，体验唔满意，更可无条件退换货。仅限珠江经济台听众，大家揸紧机会打电话啦！02028298799，2829898799，282989879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视力科技。独家代理银行不押车贷款，全拿走，车就开，两小时放款，利息只需704哦，704哦。详询4005711，4005711。更好的买入价格，更优的项目选择，更全的投资机会，更多的卖出时机。华夏盘带定开混合基金采用大定增策略，各大银行券商及华夏基金有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空方嘅微博咧就咁喺晒猛，播个天气咧都要话俾你听咧，啲雪正唔正经，啲风正唔正经啊？咁究竟你觉得咁样合唔合适咧？咁当中咧就非常多位乘客啊，除咗咧开住文字留言咧，亦都可以语音留言嘅。呢位 JD 佢话力家早晨啊，我觉得就 OK 喎，特别系经过你哋两只嘢咧卖萌啊，萌到我体温降低咁样吓，咁样有咁冻咩？我哋讲嘢好难啊！佢话努力如果讲歌嘅时候咧，用卖萌嘅方式嘅话咧，哇！你爆红啊！第二場就睇唔到啦，係嘛？點樣賣萌講波咧？耶，好波啊！好犀利啊！今日即將成為廣州人嘅睇得果然係叻啲咁。系呢边咧 ，Apple 咧佢就话咧就各位早晨啊，我话拣 B 嘅，梗唔妥啦。本来我国气象台就一向天气乱报，毫无水平可言。啊，依家咧就更加咧连认错嘅态度都冇，啊批评接受嘅态度照搞。啊，市民但求你即系有乜嘢啊啲天文卫星啊喺度咧就唔好再乱报天气啊。咁啊，系咪咁样都咁难啊？咁样。呢位啊。谭生佢话唔好读名吓，我又唔觉得佢讲啲咩嘢唔可以俾人知。佢赞成啊，微博呢啲自媒体咧都系网络产物，使用网络卖萌语言咧会令到更多人关注天气，吓唔使好似新闻联播咁正儿八经噶嘛。其实咧好多公安嘅官博咧都会用力卖萌噶，有呢啲需要啊。嗱，今年你有冇运会直播咧吓？央视啊，阿白岩松啊，都有好多经典嘅卖萌段子啊，喂，好多人点赞喎。咁啊呢边啊，呢个省略号咯，佢就话虽然系官博，但系有时候咧都有啲小情调嘅，唔可以成日系咁严肃认真噶嘛。系，呢个阿碧蓝佢就话啦，喂，我觉得咧正事同娱乐系应该有所区别嘅，正事娱乐化好唔好咧吓咁样。阿闯王就话，大家早晨啊家姐力哥早晨，对于官博卖萌咧，小弟系唔赞成噶。官博咧，毕竟系唔同于娱乐媒体，卖萌咧就有点而咧就失去咗个权威性啊。系权威性，咪试验一下，某一日吓，即系呢个外交部发言人话，美国小朋友唔好周围虾人啊，要听话啊，咁样你咪会晕低咁样。但系咁样唔同啊，依家咧就系即系讲真系气上台啫。系，应该唔会嘅，我哋外交部唔通话。抱抱，你再曳曳嘅話咧，我就打你屁屁噶啦咁樣。我搣你啊！唔會啊，抱抱話佢退出 TVP 噶啦，放心啦。雨林木風佢話咧，天氣預報咧就唔準，只能靠咁樣賣萌嚟討好大眾，企圖通過呢種方式轉移大家情緒罷了咁樣。但係早到甜，佢就話嚇，今日咁快到星期四啦咩？未嘅未嘅，啊，聽日大哥會帶翻你翻星期三噶啦。係。佢話咧就。講緊話，就算官博咧都要適當幽默下啩，又唔係外交部發言，咁啊央視播音員啊，啊依啲咁樣嘅角色，喂微博啫，同啲博友適當調侃下，我都無可厚非啊。好啦，各位慢慢傾啊，我哋睇下其他方面嘅內容啊。網絡熱點，珠江第一線，網眼天下。即有時咧，醋意大發嘅話咧，分分鐘係攞命㗎嚇，咁啊，即係唔好咁隨便呷醋啊，係搞清楚事實真相先嚇。講緊日前咧，黑龍江出台河市有個出租車司機咁樣嚇，佢叫張，姓張嚇，張某啦咁。張某咧，佢就懷疑啊，自己嘅即係交更司機係夜班，即係呢個張某做日班，佢有個交更司機做夜班嘅，佢懷疑呢個。夜班司機係楊某咧，就同佢老婆有路啊咁樣。咁佢點解會咁嘅判斷咧？咁啊，即係之前有好多觀察啦。跟住仲有一日咧，佢就專登夜晚咧就請呢個楊某去屋企食飯。跟住咧，佢發覺啊，呢個楊某啊，每道餸都會夾俾我老婆食嘅。咁你諗我仲未有路啊？咁樣咁啊，佢就堅定自己嘅判斷啦。你夾餸俾我老婆，你絕對對佢有嘢咁。一言不合咧，兩個人就打咗起身。咁啊，張某咧就向呢個楊某咧就斬咗幾十刀，係幾十刀喎。後來楊某咧冇條命啦。咁而呢個張某咧，亦都係被刑拘㗎。唉，咩夾過餸嘅？江蘇啊，某男子呢個就開咗個面店，咁佢就準備咧裝幾個攝像頭啦。咁啊，為咗慳錢咧，佢就諗咗辦法，攝像頭買啊要俾錢，點解免費攞攝像頭啊？有。
去人哋間店度攞咪得咯。我去人哋間店咧，就拆咗人哋幾個攝像頭過嚟咧，就裝咗喺自己屋企啊，裝喺自己個面店嗰度。咁啊，成功得手之後咧，呢、這、一個江蘇嘅面店店家阿秦某咧，佢上癮啦。咁啊，兩個月時間咧，偷咗成百幾隻攝像頭，裝咗三個袋咁樣嚇。咁啊，秦某咧，佢就話：哎呀，我真係頂唔順啦，我真係手痕啊！一見到啲攝像頭掛喺半空咧，我就想將佢拆過嚟㗎啦咁樣。咁啊，日前咧就因為偷攝像頭啦嚇，秦某被警方刑拘啊。你話即係咩人都有嚇，點樣上癮嘅都有可能發生咁樣嚇。仲有一個關於小編對蘋果上癮嘅嚇，針對近期有消費者反映部分 iPhone 6S 意外關機嘅問題，蘋果公司就話啦，生產日期喺2015年9月到10月之間嘅設備遇到咁嘅問題嘅，啊，你睇你自己部手機 6S 係咪呢個時間產即係生產出嚟㗎啦？你嘅蘋果 6S 咧就可以去到蘋果店嚇，蘋果零售店或者係蘋果授權嘅服務提供商驗證你嘅產品序號鏈啊，即係序列號啊，序列號咁啊，確認屬於係問題機型咧，蘋果官方會俾免費更換產品電池呢個優待過你嘅。真係期喺2015年9月到10月之間啊！應該有一個消息啊，喺朋友圈嗰度迅速咧就係走紅，咁啊話咧喺近日廣州市海珠區有一個75歲嘅姓黎嘅一個老人咧，就喺劏蟹嘅時候咧，就右手嘅虎口咧就唔小心就俾個蟹鉗啊夾咁滋一聲啊夾咗入去，夾傷咗，個傷口咧就俾食肉菌感染啊，咁啊跟住咧就染上咗壞死性筋膜炎，短短3日病情即刻係惡化。跟住送到醫院的時候咧，禮拜就已經係休克了，之後發生了心啊、肺啊、腎臟啊、肝臟啊多臟器的功能損害，之後就馬上送去 ICU， 經過右上肢截肢搶救，最終係都係因為病情過重而不治身亡嘅。咁得人驚！我嗰陣時咧去太湖嗰度啊，捉嗰大閘蟹，我都俾蟹鉗夾過手指尾啊！你夾翻佢啊嘛？我想咬翻佢，食咗啦，吞咗佢，即係揾翻嗰個。唔係，但係好危險嘅都係嘛？講緊呢一種嘅呢一種嘅食肉菌啊！廣州市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嘅急診科副主任啦，黃偉雄咧就話：食肉菌個致死率咧其實係好高嘅，佢可以通過皮膚上面一啲小傷口、一小創傷咧入到去人體裏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喺處理一啲嘅海產品嘅時候咧，要小心。你如果處理海鮮之後，你發現話：哎呀，死啦！唔小心吉親添咁樣，點辦咧？你馬上咧就用力去逼翻嗰啲血啊！哦，我知啦，好似電視劇裏邊咁啜毒療傷。佢叫你逼啫。有人肯啜咪啜咯，我自己啜咯，都得嘅。如果你冇傷到個嘴嘅話，如果唔係就自己啜翻落個肚嘅。咁啊佢擠完啲血出嚟之後咧，就迅速咧要將用啲消毒藥水啊，攞水啊嚟去沖洗嗰個傷口。咁如果個傷口你真係發現點解平時我有傷過，但係今次特別痛咧，你馬上去醫院啦，係啊，馬上去醫院。咁啊，因為應該就冇一種係冇一種係叫七步蛇嘅，係啊，即係含笑半步釘，即係要不斷攞嚟搏咯，要不斷攞多條嚟咬，攞多條嚟咬，搏夠100步去到醫院係咪？嗰啲蛇我哋冇容易遇到啊，但係反而蟹咧就真係呢排即係你因為季節啊嘛，係嘛？係啊，而且就無論呢個同你強唔強壯係無關嘅，你再強壯都好，食肉菌一旦入侵嘅話，都有可能咧會致死，同埋咧呢個。阿禮伯啊，佢致死嘅時候咧，佢出現嘅症狀咧，就佢啲家屬話咧，佢曾經係因為出現過無力啦、屙肚啦，同埋食慾不振啦，咁咪出現咗呢啲嘅症狀，都覺得唔對路啦，於是咧再去醫院度睇，然之後再斷症，就覺得佢呢個就係食慾菌中毒啦咁樣，之後先出現咗即係有咁多嘅情況。咁如果話我除咗傷口一旦出現會咁樣解決之外咧，我點樣去預防食肉菌感染咧？係有傷口裸露嘅時候咧，你千祈唔好接觸海產。另外咧要小心謹慎去處理嗰啲海產啊，比如係處理蟹嘅時候咧，你要洗乾淨嗰啲繩啊，同埋只蟹啊，成隻要放入個煲裏邊煮，避開嗰個蟹鉗啊。咁啊，即係中間煮熟咧，相對嚟講咧就會好啲嘅。咁以及咧就係、會出現好嚴重嘅病變啦，咁啊食肉菌偏好嘅人群咧，就佢唔單止會襲擊腎功能唔全啦，本身免疫力較弱啦，同埋有肝臟問題或者糖尿病嘅人群，當然咧對一般嘅健康嘅人都有殺傷力，但係如果你話有啱啱嗰啲病症嘅，要小心啦咁樣。
點樣去區分嗰隻蟹有冇四肉菌呢？問佢，好難區分嘅喎，問只蟹。但真係區分唔到。喂，講真話，有冇菌啊？你講聲好喎，咁樣嗬。我想知，除咗蟹之外，仲有冇其他危險嘅動物咧？有嘅，其實佢會容易出現喺龍蝦啦。然之後有尖刺嘅嗰啲魚鰭啊，嘅嗰啲魚啦，同埋有生蠔身上面咧，都係會有嘅。哇！呢幾種除咗龍蝦唔會自己處理之外，其他嗰啲都有可能係自己掂到嘅噃。係啊，所以就對呢個食肉菌咧，第一，我哋可能今次先第一次知道你掂海產品，你原來損傷皮膚係真係都會有致命性嘅危險嘅，盡量唔好損傷，同埋做好安全措施。第二，一旦有，大家識得點做啊？豬毒療傷，網絡熱點，珠江第一線，網眼天下。近日啊，喺湖南有個賊仔，咁啊佢俾公安機關收押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就胡言亂語喎。我癲㗎，我有精神病啊，我傻嘅，我傻，你唔好拉我啊咁樣嚇。咁啊跟住咧，佢為表明自己有精神病嚇，即係個人特別精神咧，佢點做咧？佢就坐咗地下，賴死都唔起身，跟住就當做屙屎，再將啲屎咧就搽上自己面度，咁就表明自己係真係有精神病嘅咁樣。個民警認為呢個人咧係為咗逃避打擊咧而裝瘋賣傻咁樣。後來經過醫院鑑定咧，佢係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嘅。你唔可以以為扮傻就可以逃避責任啊！即使你將屎憤喺個心度，一樣都係即係經過鑑定都知道你真定假嘅。喺今日啊，琴日晏晝，八達嶺老虎咬人事件嘅傷者父親啊，趙先生，佢咧就去到延慶法院起訴涉事嘅動物公園嚇，咪索賠包括係喪葬費用、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賠償金等，共計154萬。咁啊，呢位趙先生佢就話啦：，我起訴咧，只係想討個說法，因為咧動物公園方面咧一路都認為佢哋冇責任。咁啊，因為呢件事嚇，動物公園點回應咧？佢哋動物公園就話啦，將會尊重法院嘅判決嘅。唉，女人咧，即係最憎嘅係邊種人咧？就係其中一種，一定咧係小三噶啦，破壞人哋家庭，你真係人人得如豬脂啊！即使我屋企嗰個冇小三，人哋屋企有我都要加埋去一齊踢小三、打小三咁樣嚇。咪講下日前發生喺山東咧，有一個女人。佢咧就用磚頭咧，用鐵鏟咧，去揼人哋一個門市咁。佢自己講啦，佢就話咧，呢個係老公使咗10萬蚊啊，幫呢個小三咧租嘅呢一間門市做生意嘅咁。咁佢就要揼爛佢咁樣。咁啊，佢揼嘅時候咧，哇！過往嘅路人咧又發覺，哇！有人打小三啊，喂，我哋又去打咯咁樣。咪引起過千人咧圍觀起哄嚇，咪有網友將你圍觀相影咗放上網，哇！發覺就大家唔知不明就裡嘅食瓜群眾發覺咩事啊？咁多人圍住嗰個地方嘅，發生咩事啊？咁樣咁啊，原來咧就只係一個女人去教訓個小三咁樣嚇。咁啊，後來咧120特警都出動埋喎，你諗下幾大陣仗？咁啊，旁邊啊圍觀嘅群眾咧就喺度講揼爛佢，揼爛佢，好嘢，揼爛佢，揼咁樣啊！大家唔知點解要係起哄啊？群眾跳出嚟咧，指責個出軌嘅男人，現場咧就真係一片混亂啊！食瓜群眾比原配咧仲要激動啊！近日有網友發帖啦，佢就話啦，見到咧喺佢屋企樓下有一個著住紅色秋衣秋褲嘅男人，即係我哋理解秋衣秋褲，即係相當於係內衣褲啦嚇咁樣，厚啲嘅內衣褲嚇咁樣。咁啊，呢個男人咧著住呢種厚嘅內衣，就跪喺屋企門口度喊喎，喂，男人攞緊鬼喺度喊個鬼啊咁樣。咁啊，佢連鞋都冇著。跟住咧喺佢隔離咧就抌咗一堆嘅嘢嚇，各種嘅快遞包裹啦，咁啊炒開曬咁樣嘅。咁啊呢個網友咧佢就問咗呢個著紅色秋衣嘅男人：，喂，你做乜跪喺自己屋企門口啊，老兄咁樣？咁啊呢個男人就話啦：，我自己私下拆咗老婆喺雙十一買嘅包裹，再將佢買嘅嘢咧，我諗住啊慳翻啲錢啊幫我退曬佢啦咁樣。跟住佢而家就唔俾我翻屋企啦。唉，網友評論：唉，你敢退老婆嘅快遞？你跟住人哋退老公啊，真係。你有冇諗過你未成年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啲咩係唔可以做咧？
即係唔係講傳統嗰啲啊，我哋講有啲咩可以買，有啲咩係唔可以買啊。如果有錢咧，就咩都可以買嘅。你以為啊？最近咧有一個12歲嘅小女孩，咁啊佢好想要部手機，於是咧就去到自己屋企附近嘅手機店，連續買咗2部手機喎。啊，後屘咧阿媽知道咗之後咧嬲啦，咁啊搞錯啊！呢間店點解會將啲手機賣俾咁細嘅小朋友嘅？佢得12歲嘅啫噃，咁樣。咪於是咧後屘咧就呢個小朋友嘅阿媽咧就去到涉事嘅手機店就話。我要退款啊！你哋唔可以咁樣可以賣俾個小朋友噶，因為佢都未懂性啊！你哋唔可以咁樣咧，你見到有錢就要賺噶咁樣。咁啊，後屘咧就個手機店咧就話：喂，唔係喎，我哋呢件貨賣咗出去就賣咗，你又開曬機咁樣又用過，我哋唔可以退噶喎。我哋賣嘢咁有錢就梗係賣噶啦咁樣。咁啊，值班經理咧就話：我哋咧就已經係即係上報咗公司噶啦，呢啲咧你就唔好為難我哋啦啊！你等消息啦咁樣。咁究竟佢可唔可以呢個小朋友可唔可以我攞住一沓錢過嚟，我就係買手機，你可唔可以賣俾我嘅咧？咁啊，後屘咧律師出嚟咧就話，其實係唔得嘅，因為咧12歲嘅小朋友咧，佢係屬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啊。手機店咧，你係唔可以賣手機俾佢噶，應該要全額退款。嚇！原來你12歲，你未成年，你買手機都買唔到噶。係啊，你買唔到嘅。有錢都唔得。咁我可以買咩啊？你去買文具啊？你去買麵包？你去買飲料啦，買嘢食、買嘢用，面額低嘅可以噶。咁但我點解唔可以買手機？你唔單止唔可以買手機啊，你連電腦都唔可以買，連黃金你都唔可以買噶。嚇、啊！黃金點解唔可以？原來成年人係可以做到咁多嘢噶。我都想快啲大個啊！係啊，因為等你大個嘅時候你就冇咗錢啦。即係佢話咧，有咩比我得過咁咧？好似文具啊、麵包啊、飲料呢一啲咧，係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叫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咧可以購買嘅嘢。但係咧，你講到啱，除咗有手機、電腦、黃金，仲有鑽石啊，呢啲貴重嘅物品咧，其實佢就唔可以獨立購買啦。咁啊，但係咧就我又真係未試過去買電腦都要登記身份證喎。咁但係你一睇你個樣就覺得你未成年啦，係嘛？你覺得我未成年係嘛？是啊，哇！一睇我嘅樣係嘛？啊，咁我真係三唔定啦、啊。哇！一定要攞身份證俾佢睇先。我就真係試過有一次咧，就喺邊個買酒嘅時候咧，就人哋真係要我出示身份證嘅。咁啱嘅，我喺美國嗰度入賭場都人哋出示身份證喎、啊。唉、哎，結果就唔俾入啦，係咪覺得你同身份證嘅樣唔似啊嘛？其實仲有啲相關嘅案例嘅，好似咧。在2014年嘅時候咧，喺福建啊，有一個11歲嘅男仔咧，就偷偷地攞咗佢阿爸阿媽800蚊買一部手機。咁啊，家長發現咗之後咧，就話：哇，唔得喎，我哋要退貨咁樣。咁啊，商家咧就拒絕退款啊。咁啊，到最後尾咧，係當地嘅工商部門咧出嚟調解，商家咧係同意全額退款嘅。咁啊，仲有咧就都係2014年嘅事啊。咁啊，喺個鴛州喺浙江嘅2個13歲嘅男仔咧，又係偷屋企嘅錢去到附近嘅手機店嗰度買2部手機，家長發現之後咧就又係要求退款。當地嘅政府部門協商咧，商家咧就辦理咗1個手機嘅全部退款，另外一個咧因為爛咗啊，咁所以咧要按翻嗰、那個。即係進貨價嚟扣除嗰個成本嚟去退款咁樣，即係原則上咁樣嘅事情咧係可以退嘅。嗯，梗係要退啦。係啊，因為多數你唔可能係，如果你父母帶住去買，你就唔存在佢一個人去買啦嘛。嗯。咁如果係佢一個人去買嘅，多數都係財呢、這個誒呢、這個即金錢咧係來源不明嘅情況底下咧去買嘅。係咯，但係呢個女仔又真係咁細個，自己仲攞住咁多錢，可以走去買手機，佢阿爸阿媽去邊咧？呢、這個時候？呢、这個 moment 係究竟點產生嘅啦？網羅熱點，珠江第一線，網眼天下。好啦，呢、这個時候咧，我要靜心，跟住咧講單勁事嘢嘅。請講。嚇、啊！我要發多啦。我忍唔住，我要爆啦。你講。係，就係、是、琴晚由廣東廣播電視台、珠江經濟台以及係潮堂文化聯合出品嘅廣州本土粵語網劇24節第一季在我們廣州舉辦了一個隆重的發佈會，其試影儀式的。哇！昨天第一集見到老力在上面，哇！那個即係直情係覺得演技派啊，點可以有人演技咁好，把聲又咁靚嘅咧？即係你都未見過，點樣可以同個
要對戲嘅呢個女性角色係完全冇對戲嘅情況底下，就開始失戀嘅咧？嗱，呢一部咧廣州本土粵語網絡劇二十四攝咧嚇，即係會有一個廣州日與夜嘅呈現啦嚇，亦都係我哋珠江經濟台三十週年台慶呈獻咧一個非常之重頭嘅戲份嚟嘅咁樣。在裏面呢，努力啦，我啦，攞笑啦，八哥啦，還有凡哥啦，都會在當中呢有一個就是演出啦，有一些事一些情呢都會出現的。真的假的？我不是露臉的咩？我們今次都用了一些應該是威逼利誘的方法吧。真的？不要緊，究竟是露個樣子還是露個背面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的。二十四攝出品人導演鄧文健，還有男主角黃耀東，和一個非常美麗又喜歡聽新聞的女主角方蘭都是亮相了的。方蘭昨晚亮相就是艷壓全場，輕輕拍個比我差一點點，就在今早早的時候，她也就是聽了我們節目剛剛提醒我，喂，記住幫我們做宣傳啊，咁使乜你提醒啫？我們一早想好在這個壓軸的地方講的了，真的計劃就是在8:25開始講，冇錯，係啦，咁大家可以去到12月份啦，12月份大家可以在各大的網絡上面去搜索呢個二十四攝咧，就因為而家咧仲進行緊咧，就最後尾嘅緊張工作嘅，但係第一集咧就相當成功啦嚇，咁啊因為咧有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加盟啊，就係努力嚇，冇錯，同時間就要互相吹捧，係吹捧下，勁啊係。咁呢部劇咧係本地收聽率保持第一，具有本土情懷同品牌影響力嘅廣播電台，我哋珠江經濟台廣播家繼電商之後，有一跨界嘅新嘗試，亦都係咧我哋30周年台慶嘅融媒新作啦。咁咪呢個係廣州本土味道原創嘅首部粵語網劇喎，即係屬於我哋廣東人自己嘅網劇喎。咁下個月12月珠江台台慶期間咧會全網發行嘅。大家可以裏面見到很多廣州的地表特色，還有很多可能你平時你留意不到的角度看的廣州的景色，其實都是會出現在裏面。所以總共8集，第一季總共8集，裏面會有很多不同的，有8個不同的獨立故事，然後會串起男女主角他們的生活的所有的點點滴滴。當中呢就可能大家都比較少見到呢，我哋珠江經濟台嘅辦公室，同埋我哋嘅直播室嘅全貌咧，都係會展現嘅。曝光啦，係咪今次？曝光啦，忍唔住啦。咁啊，今次咧，即劇組嚇，我哋當然都係非常重要嘅配角啦，咁樣。咁但係男女主角咧都係相當犀利㗎。頭先講到女主角啦，美貌與智慧並重啦，係嘛？又得人中意啦，又靚女啦，美不可方物咁啦嚇。咁但係男主角都好犀利喎。好犀利。男主角咧就已經係多年從事影視廣告拍攝經驗㗎。非常有經驗嘅小鮮肉。係啦，咁你？他其實就不是小鮮肉嚟嘅噃，佢年紀是老腊肉嚟嘅。因為咧，我喺好多年之前已經認識他噶啦。咁想當年咧，我們還是少年時啊，但想不到咧，今時今日我都已經要用風韻猶存嚟形容啦。但佢竟然都仲可以叫做青春歲月，太過分啦，真係。當年佢個小鮮肉係從外形去睇咧，佢依然仲係嗰件小鮮肉。太過分啦！竟然咁多年風光都冇將佢立乾咗。點解有男人可以咁樣嘅咧？關鍵我覺得呢個同生活比較幸福有關嘅，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令到佢嘅容貌要摧殘嘅話，打擊佢嘅生活，干擾佢嘅日常生活，弊啦！今次拍24攝啊，黃耀東咪就遇到你，咁咪即係摧毀咗佢嘅日常生活咯。我盡咗我全力㗎啦，平時佢係靚仔曬㗎嘛。你睇過多一年，你睇下佢嘅樣係咪殘咗好多？一定係。如果唔係遇到你，係嘛？你平時個靚仔曬，今次遇到你靚仔佢咁多，唉弊啦！今次真係，冇辦法，而家生活就此終止。都係嗰3個字，忍唔住啊！半點報時係由廣東易春秋律師事務所、廣州龍星行、堅持 4S 店聯。